我打不开，可以帮我打开吗？滚，你别整这死东西啊，烦死了。哎呦我操，你有病吧你。我咋的，我真服了。哎呀我出去吃饭去。你脸上有脏东西，别碰我死夹子。哎，你这脸上有点脏东西，你擦一下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擦干净了。别整那死动静了，别忘带东西啊。哼，嘘，别告诉我。走啊，来了来了。这你笑啥呀？你又笑啥呢？那你别管了，我笑大傻子呢，是吧？有道理。滚，别整那死动静，人这么多，跟你在一块儿都嫌丢人。我都不嫌你俩丢人，两个都黑人。两个黑人。你给我死啊。哎，你俩吃火腿肠吗？不吃不吃。小臂棍难呢。你俩没事吧？哎，我这是服了，骑个车都能摔了，把我裤子都弄脏了。下次别让他死东西，能不能好说？哪脏了？不，就这，就这，你看他，他一点事都没有。哼！你二逼吧！你老整了死东西干啥？坐后面。我新买的裤子都脏了。不是我，今天我非得算了，非得赶紧看看丢没丢东西，赶紧回家洗洗。啥也没丢，回家吧。啊不，我东西丢了，啥丢了？赶紧找找。我那，我小夹子不见了。我忍不了了，动手吧。走，咱吃饭去。外面好多坏人，我都不敢出门。你在狗叫什么呀？就你这大体格，整这动静，谁敢靠近你？那我也害怕呀。废物，我教你们防身术吧。假如有人抓住你的衣领，你只需要这样，这样，这样来制服。哥哥真厉害。没完没了的是吗？算了，他这防身术太难了，我教你个简单的。哥哥为什么要反着用筷子啊？有病啊！这人多，好好说话。我故意的，这面用的人多，我倒着用。我怕得传染病。还是你聪明呀、啊！别说我，你为啥也用那头啊？我有传染病，我用这头吃，怕传染给别人。我操！大笨蛋！你给我死！哎，你俩想听鬼音吗？不想听。给你俩100块钱。不是，这跟钱不钱没关系。主要我俩不想听啊。400。听。这么好听的管音，没有理由不听啊！必须听，先拿钱。先给你来个蔡文静音吧。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刺激。你让人踩脚了是吗？怎么能发出那样的声音？哎，别说话，给我来电话。喂，啥事啊？你跟谁打电话呢？你有病啊！哎。谁呀、啊？这鬼音好好听。我朋友他男。别说了，介绍给我认识。不是，给你转200。成交，你俩聊吧。我好喜欢你的声音啊。喜欢就好，小哥哥。哎呦我，太到位了！你能和我在一起，可以的话我给你转账1314。答应他，快点快点。我的命个男的，我怎么答应他？1314，你不答应我答应，快点。行吧。我答应你。保到账1314。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，你主要还是真喜欢我。哥哥嘴真甜，其实我想说，我是个男的，哥们儿。哎呦我！哎，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，小夹子？哎呦我真服了！哎，不是消息，跟你在一块儿，我俩都嫌丢人，你赶紧扔了。扔。你怎么又捡起来了？让着！哎呀，算了，你再整就是他的下场，你别整了。讨厌！动手吧。怎么说，谁是卧底啊？不能骗人啊！我先来吧，这个我每天都得说，不说不行。该你了，说的跟谁不说一样，而且啊，我感觉我说的最标准啊。你俩说这个？对啊，这应该没有人不会吧？那我就放心了，我最近也特别喜欢这个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你也别太自信，我觉得我说的比你标准。可爱。张张小
家去。不是你山炮吧？你好好玩游戏，整那死动你干啥？你能好好玩吗？你俩不是也说吗？你俩啥呀？我俩普通话呀。我看你呢。啊，我的也是普通话，大家一样嘛。靠！咱仨今天必须没一个来。别！快跟我们一起组队玩谁是卧底吧。看，我买了一杯咖啡，可好喝了。哎，你滚！多吓人啊！一个大老爷们整女生的动静，丢不丢人？啊，就是。你再说你喝咖啡有啥炫耀的？跟谁没喝过一样。我尝尝。你好丢人啊！哎，滚啊！没有比跟你在一起啊更丢人的事儿。这里面有人，一会儿别说话。知道了。哎，你的鞋子好漂亮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有病吗？丢不丢人？别整了。哎，你孤身走暗巷。滚！哎，你孤身走暗巷。我不得。哎，你孤身走暗巷。你山炮吗？幼稚。Come on, you win. A B C。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了，吐口香糖。让你整那死东西，造报应了吧？哎呦我操，天下狗子了！这要走狗屎运了。哎呦我操，你变态吧？现在不准家人，就整那死东西。算了算了，赶紧回家洗鞋吧。真倒霉。傻儿。我今天非得……哎呀，那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回家，别整了。小心肝。你没完了是吧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小心肝，我还想宝贝呢。这不纯大傻子吗？我说的是小心肝。不是你没完没了是吧？你老整那生在那拖拉上干啥呀？服了。哎，小心。我又不傻。当时我姐啊，看谁死了，其他人不一样啊。真假？你好好说话，能死啊？我先来吧。这些东西可以响一声，也可以响好几声。干你了啊！我也喜欢放，但是要离得远一点，容易被崩的啊！你俩都喜欢放，还喜欢放响的，这个不响没什么意思呀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你山炮嘛，别整那死动静啊！行，不整了，不整了。那我也不装了，我也喜欢放响，感觉特别爽，但有时候不能硬挤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硬挤呢？别玩手机了，我这帮马上完事儿了。你玩啥呢？这么认真？我在玩《左下角》这款游戏，主打福利，地图500倍爆率，装备靠爆，神装靠核，无任务无顶赞，上线就是100倍攻速，而且刀刀暴击，感觉挺有意思呀。可以给我玩吗？好好说话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从《左下角》进入游戏，就能开启自动回收，还能获得顶配技能书。那你赶紧说呀，啥硬挤不敢设想？哎呀，就上次我在被窝里就想放个响的。结果最后硬挤出来了，还得洗床单洗澡，这不丢死人了啊！你啥呀？啊，你俩啥呀？放炮啊！我看你，哎，我的也是放炮，大家都一样嘛。恭喜！哎，一会儿去我朋友家，你别整那死东西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还能救你俩。走吧。哎呦妈！别，不整了，没忍住。好好的。行。来了，警察来了。哎，这个是啊，我朋友大牛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穿拖鞋，谢谢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听错了，是外面的声音。不是感冒了，嗓子不舒服啊？对。不是，这群我几天没见你，你连姓名上都变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刚刚都听到了，那根本不是他发出声。大牛，你说是不是你说的事？不是，这绝对不是。哦，我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呀，我身体上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啊，我错了，没。哎，真的快热死掉了！你再整这死动静，别逼我拿针把你嘴封上。先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开门进屋吧，热死了。专业开锁。我还是专业的小夹子呢。你有病啊！你拖鞋卡嗓子眼里了，又没有帮你抠出来。别，先开门，开门。我操！别在这杵着了，赶紧看丢不丢东西啊！等会儿我马上完事儿了。你在玩什么呀？没，我就看你玩啥呢。我玩的是左下角这款游戏，人气火，玩法多，暴率高，上线就送古天乐同款绝版时装和 buff 人名，攻速直接拉满。我也要玩。正常点儿！你现在点我左下角连接进入游戏，还能瓜分百亿灵斧，气兄弟就来啃我。我东西丢了啊！丢啥了？我小魔杖不见了。你二逼吧，那破玩意我早上就给你扔了。我今天必须啊！你这算了算了，没丢别的就行，别整那死东西了啊！讨厌！我操！
快刀热死了。我好凉，手冻了。你有病啊！一个男人整天死动静，我现在别，天气热，别心烦气躁，咱找个车走吧。别整了，走，找个车。还真有一辆啊！快刀，快刀。小风车。哎呦我操！我现在非得把你声带抠出来看看什么样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天太热了，赶紧走吧，别整了。哎，不整了，不整了。我就是要窒息掉，一直扭开，一直扭开。哇操，你有病啊！一个男的一直整这死动静，你变态啊！就是，再说一个瓶盖你都拧不开，娘们唧唧的，一点也不爷们儿。哎，干啥呢？啊，跟女生聊天呢。哎呦，我可爱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山炮？你别整这死动静，我这马上都成了。哎，进行到哪步了？哎，他都跟我说晚安了。小舔狗。哎呀，我操！你声带退化了。别，算了算了。哎，你这按键挺好看呀。这个是新闻输入法，我用的只是其中一个，里面还有好多呢。有酷酷的，还有可爱萌萌的超级皮肤，打字还有声音，特别好玩。啊，好漂亮。你是？今天咱也必须没一个。不是，别整了啊。靠！我操！走，回家了啊。走。哎呦我操，这是个啥玩意儿啊！别给面子，别说了啊！你再整个死动静，我踢死你！不整了。讨厌！哎呀，别，算了，别整了啊！再整我，我操！喝水吧，喝。好疼！不是你有病啊！你个大老爷们整这死动静丢不丢人啊？就是你，再说你喝个水烫不烫？但是娘们唧唧的。哎呦我操，烫水你俩不早说。张家小老虎，你天天这样烦不烦？有意思吗？别整了，没忍住，不整了。干嘛？什么样吃吗？吃。谢谢。哎呦我操，我现在非得把你声带抠出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不是，别，最后一次啊。别整了。我操。怎么玩截止杯啊？看谁截得高还不倒。这个我太擅长了。哎，成！哎呀，俊宁呢？哦，垒这么高了都。哎，你这桌子怎么就这么油呢？哈哈哈！我操！哎，你买新鞋了？啊，好看不？啊，好漂亮！哎呦，我操！你在搞笑什么？别整这死动静，烦死了！就是，赶紧走来，快点，电梯要关了。来了。谢谢。不是你山炮吧？丢不丢人？这人多，别整这动静，行不？不整了。这小夹子。哎呀，你这不好意思啊！你是山炮，你再整个死动静，我把你声带抠出来。别整了。讨厌。今天电梯里必须没一个来。我买了个小风车。哎呦我！别动手，给个面子。你再整这动静，你挡着啊！别整了，赶紧扔了。扔。这个好漂亮，这个发发。哎，我真服了，赶紧把你声带抠出来。不至于。别再整那动静了。哈，知道了。讨厌。咱俩一起吧。帮我拉下窗帘，我再睡一会儿。知道了。起床了，小懒虫。哎呦我操！你个大老爷们，别整这死动静啊！就是，你天天整这死动静，烦不烦呀？能正常说话吧？能。这不叫他起床吗？琪，听你这动静，我脑瓜疼。啊，对了，看我买的发。不是你山炮吧？你声带退化了，能正常说话吗？能。嗯？这小风车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忍住。咱今天必须没一个来。别。真是气死掉了，耳机掉马桶里了。让你整那死动静，做梦了吧？傻不拉几的，给。用这个夹出来，可以帮帮人家吗，哥哥？好好说话，你俩帮我一下，哥，爸爸。哎，我来，别的事儿我来。完事儿了，给。谢谢哥哥。有病吧？你别整那死动静。我妈来电话。喂，妈。儿子，最近是不是没钱了？咋啥都吃呢？有钱呀，啥吃啥。你在给谁打电话呢？你有病吧，我妈。咋是女孩的声音？儿子，谁呀？哎呀，没有，我朋友，男的。你说句话。哥
干嘛呀？我是男孩子的声音。那不是？不是，你家出声了？也没有。今天跟妈说，你乱吃东西，多埋汰呀！你来来来，快点，今天必须没一个，别别，他必须没一个，男人大度点儿。咱仨今天必须没一个男人。小夹子，你有病啊？哪个男的天天玩点夹子呀？我让你玩，让你玩。张张，我让你夹，让你夹。张张，我他妈服了，你到底有多少个夹子？我还有好多呢。今天咱俩必须没一个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赶紧扔了。我知道了。讨厌。你说啥呢？啊？没有啥，没有啥。哎，你玩啥呢？玩这么入迷？我在玩《左下角》这款游戏，人气火，暴力高，巴拉巴拉。还好我进得快，要不就爆满了。而且上线就是满攻速、满暴击，地图无门槛，小怪爆终极，而且装备保值，交易自由，零氪就能当大佬。我也要玩。滚！你现在通过《左下角》链接进入游戏，就能刮分百亿灵符，反了就没了。那我现在就去下一个。啊！在那马桶会抽烟啊！哪儿呢？赶紧灭火呀！江江，抽烟躲马桶。今天咱仨必须没一个。哎，总是我讲，看看这些词儿，简单描述一下。叶东先生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我每天都看。虽然我妈天天说我这么大人了还喜欢看这个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干你了。我就不看，这是你这个年龄该看的吗？你不看，这咋了？这我可不信，你这么大人了，你肯定偷偷看。我可坦白，我就看，有时候看的经常脸都红了，太害羞了。脸红？对呀、啊，我有时候偷偷看。啊、哦，你的不会是？你俩啥呀？我俩动画片啊。我的也是动画片，别想多了。洗完澡真香香啊！让你整这死动静，摔倒了吗？谁拖的地啊？滑死我了！你自己倒，你还怪地滑？我俩怎么倒呢？哎、都说了地很滑的。滚！我笑了，你什么吃饭？饭来了，酱，意大利面。酱呢？干吃面条啊？番茄酱你俩要吗？来。哎呀！我他妈服了，一天天的。哎呀，真难吃！你这给狗狗都不吃。小狗狗真乖。哎呦我死了！人家必须要算了。我煮泡面吃吧，还是泡面香呢。小心点儿，地滑。你赶紧把嘴闭上吧。同样的错，我不可能犯第二次。大傻子。今天咱仨必须没一个。我阳刚不？我一个手就把这个布袋子拎起来了。滚！多吓人啊！一个大雷们发出女生的动静。就是，再说你拎个破袋子，你嚷嚷啥？娘们唧唧的，我拎会儿。呀，累死我了！滚！用不着你给我俩配音。没意思。哎呦，我操！没完没了的事儿吧？算了，赶紧搬着歇会儿吧。你别整了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最近上的电影你看了吗？你别整那死动静，你是不是想给我剧透？来，我不在。啊，我刚才看对象和别的男生拉手看电影去了。我操！等会儿，给你个宝贝。我靠！快给我，我让他知道我不好惹。张张，你帽子。你给我死！快点儿，等你俩半天了。来了。哎，这是你画的乌龟吗？你把嘴闭上吧，烦不烦？我画的咋了？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这也是你画的吗？这一看就是大傻子摔倒了，太蠢了。你别笑人家，可能也不是故意的。走了。那个傻帽不会就是你吧，哥哥？闭上吧，死家子。哥哥慢点走，别再摔了。跟你说同样的错我不可能犯第二次。别生气，我这还有点水给你洗洗脸吧。你这水就这么点儿，慢点倒，细水长流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来。你的
今天除了夹子还会整啥？算了算了，走回家歇歇吧。开门啊，等啥呢？我出门着急忘带钥匙了。你给我死！破除草巾，搓个澡都能把自己弄疼了，这是气气大。你有病吧？洗个澡搞得跟吃啥苦的一样。哥农村你怎么活呀？就是你再说你搓个澡疼疼的，你是娘们吗？我试试。哎，说疼！你别说话了，我女朋友来电话。啊，我也想你，晚上一块儿跟你玩游戏。哥哥，你能帮我洗澡着吗？谁呀、啊？哪个女的让你帮她洗澡？哎，不是我朋友，男的，他跟我开玩笑呢。你正常说句话。哼，明明你刚刚答应我洗完澡陪我玩游戏的。行，你俩太过分，滚！这我可待不下去了，我要回农村，与世无争，离你远远的。想与世无争，你可以玩桃园记呀，可以种田采集、砍树钓鱼，模拟经营自己的桃园小村，还能给村民配对，和心仪的女孩过男耕女织的生活。有点意思啊，你展开说说呗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你肯定学过吧？这游戏就是以这个古文为背景的，妥妥的国产原创手游。你俩点击左下角在好游快报搜索《桃源记》就能玩。现在输入夹子一，还可以在游戏里兑换礼包哟。拿来吧你，晚上跟我宝贝儿洗完澡一块玩。哎。真是气气大了，哼！讨厌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哎，你就这点文化还写字呢？你这写的什么字啊？好啊。说你没文化，好还有一横呢。我没尿了。你给我死！大扫除啦，哥哥把脚抬起来一下哦。别碰我！烦死了。你他妈别学我说话，走走走，离他远点。哎，别走，给你俩玩我新买的平板。你别整这死东西了，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刺激。 QQQ 滚，不要欺负我，会把你弄哭的哟。不是你有病吧，这你都能配上音。阿姨完了，输了，都怪你，不玩还你平板。小菜鸡，那平板你新买的？对呀、啊，专门用来打游戏的，可爽了。这你都舍得买？不贵，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 iPad Air， 我才花3-4千，比全新便宜了2000多呢。瞅着还隐形，你不说我俩根本没看出来。是呀，而且它有认证过的验机报告，无理由放心退，还保修一年，强烈推荐你去转转。上面还有二手手机、耳机之类的，也特别靠谱。改天我也买，不理他。回来，我送你两个礼物。啥呀？你俩把眼睛蒙上。啥礼物呀？这么神秘。这个礼物无价。来喽来喽。今天咱仨必须没一个。滚！多吓人啊！一个大老爷们发出女生的东西，丢不丢人？就是，再说哪有男生涂粉色指甲油的，娘吗娘啊！你看我这蓝色多阳刚。大卫，你干嘛呢？你烦不烦呀？我这等女生给我打电话呢。她好看还是我好看？你山炮吧！你就长成这样，你好看个嘚儿啊！算了算了，哎，你玩啥呢？我等了电话，没事干，玩过左下角这款游戏，人气火，暴力高，玩法多，上线就是满攻速、满暴击，零氪就能当大佬。你带我一起玩吗？求求你了！你有病啊！哎，算了，去我左下角领个礼包码，就能兑换2亿灵符、圣洁神兽，自己消停玩去。好呢，哥哥。哎，来、哎，嘘，喂，你谁呀、啊？怎么给我俊明宝贝打电话？哎、不是，我朋友，男的，你别误会，骗人。我刚才听见有女人的声音。哎呀，这，你说句话，用你正常声。干嘛让我学男孩子说话？不是你，我好好的都让你给搅黄了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赶紧给俊宁道歉。对不起。你好好说话。动手啊！你干嘛呢？嘘，别说话。哥哥，给我一块。是你有病吧？你别整那死动静，给。你在干嘛呀？你有病吧？我这跟女生聊天呢。哎，长啥样啊？给哥们看看。他有我可爱吗？你是不是山炮？你别整那死动静。我给你找找照片。哎呀，我这刚换的手机，照片还备份过来，都在旧手机里。大笨蛋！好好说话。
哎，你试试我一直用的夸克网盘 SYP 六 T 空间，够存几十万张照片，自带人物分类，用同样显示，点头像就是它的全部照片，非常好照。你的旧手机用夸克一键备份，再把照片转移到新手机，轻松换机。那不得老慢了？那你小看了，夸克网盘上传下载速度很畅快，高达50MB一秒，刷刷的。它还有多平台同步，你的丑照用手机一存就同步到电脑、平板端了，太方便了。你点击左下角就能下载。那我一会儿试试。哎，你俩进行哪一步啊？他都跟我说我爱你了，看。我爱你，小舔狗。不是你声带退化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这两个单身狗。哥们儿，你二逼吧，今天咱俩干杯。不至于不至于，别整了。这一气息大了，哼。我操！江江，小砖头。哎呦我操！破砖头有啥好显摆的？就是，再说你拿着破砖头，你能当吃的吗？我操！我试试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你的外卖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你真是谁也不放过，太可怕了。就是，天天跟有病一样。买的啥呀？香香小夹子。哎呦我操！我今天非得把你声带抽出来。算了算了算了。赶紧扔吧，听见没？扔，真搞不懂你，一个破夹子有啥好玩的？张张，哎呦我，这夹子能说话呢？是不是你啊？不是我。啊！哎呦我，闹鬼了，夹子会说话了我。啊，姐姐，今天咱仨必须没一个。啊，这里你怎么有人脸呢？不会有人在这摔倒了吧？不会是你吧，哥哥？你俩笑我嘚儿啊！就你天天整那死家人，刚才没看见绊倒了？太笨了，还有人能摔你一脸？哥哥等我。是你的吗？好，对不起。今天咱俩必须没一个，算了，别整这动静了啊！赶紧回家洗一洗。知道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有个宝贝。啥呀？我看看。张张，小夹子。你先，我先，一起吧。哎，不是哥们儿，你二逼吧？你叫我啥呀？我在帮你使劲呀。有病，我来。不整了，不整了！烦死了，不领了！让老爷们连瓶盖都拧不开，这么简单，小垃圾！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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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今天错了，错了！算了，不至于，我喝口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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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！不是你，弟呀，你别整了！两个小垃圾，哼！今天能咱们必须没一个。什么味道？你两个脚脚那眼睛好臭臭。不是你山炮吗？你老整那死东西干啥呀？就是，再说了，还可以吧，不是很臭。是你俩还闻都跟臭豆腐一个味儿了都。不是大牛，你那个脚怎么啦？真香，都冒上气了。你干嘛呢？哎呀，你烦不烦？别说话了，我这忙正事呢。哎，啥呀？那温女神游戏在线，我准备跟她一起玩。宝，我看你游戏在线呢，我辅助贼厉害，咱俩一起吧。行。哎，回来回来，我这有四个男人陪我，满人了。握不住的沙，就让他去吧。哎呀，我算了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懂，宝，那我。观战呗，小舔狗。哎呦我真受不了，我这饭把你说那个人了，不至于，别整了。就是小舔狗还不让说。咱三天必须没一个。啊，小风车。你有病吧？咱家大老爷们天天玩风车。算了，让他玩吧。讨厌。哎，让你玩。让你玩。哥们儿，你二逼吧，你哪来这么多风车？我还有，你俩要吗？行了，而你玩半天手机了。你玩啥呢？我玩的左脚这款游戏，不技火暴力高，玩法多，上限就是满攻速满暴击，单刀秒 boss， 装备可以自由交易，也可以合成神兵，停课就能当大佬。哇，
可以给我玩玩吗？你好好说话。你现在点我左下角链接进入游戏，就能瓜分百亿灵符。细兄弟，就来啃我，没风车就别整这死东西了，回家玩游戏了。哎。滚！这多吓人啊！一个大老爷们张女生的动静，丢不丢人？就是，赶紧扔了。这不是。你太多宝贝，迷你风车。别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别整了。烦死了！哼！你欠我钱，一起吧。哎